哎呀，呢轮转天气风湿骨痛，好辛苦啊！奶奶，我啱啱买咗一个最新科技嘅太空小灵晶，可以迅速舒缓任何痛症噶，咁就唔怕风湿骨痛啦。哇，咁好噶，咁啊买多个分享下俾阿姨婆啦。太空小灵晶可以喺六创意健康店买到。电话2882-4848，网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同类疗法是一种已经有250多年历史的医疗方法，属于全球第二大的医疗体系，有超过5亿人口采用。现在注册的同类疗法医生已经得到75个国家的政府认可行医资格。其实同类疗法一直都获得众多的知名人士拥护，美国150年来的11任总统，另外英国皇室数代成员自1830年开始一直有同类疗法医生照顾。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时候出现难产，全靠一剂同类疗剂星麻二百斯，王子才能够顺利地出世，否则就要剖腹产子了。同类疗法在世界各种医疗中属于最安全的医疗方法，非常之适合孕妇和婴儿使用。印度国父甘地称赞同类疗法是他认识的各种医疗之中疗效最高和最广泛的医疗方法。袁大明医生钻研和使用同类疗法40多年，现在破天荒地在网络世界和大家分享他的经验和心得，解开成功运用同类疗法的秘诀，详尽地介绍各种同类疗剂、疗剂的特性和应用范围，帮助大家自己找到适合自己的灵丹妙药。当然如果各位听众的问题是比较复杂，发觉自己处理不到，需要袁医生的帮助，亦都可以直接预约袁医生会诊的。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电话是25773798。现在就来听一听医生要为大家介绍哪只疗剂啦。好啦，今次的疗剂叫做红癫化汞Mercury 变 iodine， 学名叫做 Mercurius iodatus rubra， 红 rubra 就红色啊，红癫化汞。嗱，咁呢个红癫化汞咧，主要都系会应用喺一啲淋巴腺、喉咙，主要系嗰个左边啊。大家记得另外一个疗剂咧，系 Mercurius iodatus flavum 咧，系右边嘅。Rubra 呢是 R 呢就是左边的 ,ok, 是左边记住下。咁通常呢就有啲游走性嘅风湿痛啦，同埋加上疲倦啦。咁好多嗰啲腺体嘅硬嘅腺体嘅肿胀。咁长期嘅流脓嘅泡泡，或者呢是因为梅毒，中期梅毒导致嘅嗰啲潰瘍。但當然最主要都是用在喉嚨的問題啦，白喉啦，那個潰瘍性 的喉嚨痛啦，尤其是左邊啦，加上咧係頸 的淋巴腺體是腫脹的，有時咧係早期的細蚊仔的傷風，呼吸咧就有啲壓迫性的呼吸，咁呢個一個很好的療劑嚟嘅，咁主要都是我哋可以講簡單嚟講咧，係左邊嘅喉嚨痛，加上咧就潰瘍性嘅痛。咁因為佢係汞啦、水銀啦，咁所以你都會會見到嗰、那個喉個口水大量嘅口水咁嗰個係潰瘍嘅。咁呢個療劑咧係一個細療劑咁但係咧係有時咧係遇到呢個情況咧係好好用嘅。袁医生头先介绍咗嘅同类疗剂，觉得啱唔啱你自己用呢？系唔系就系你嘅灵丹妙药啊？需要嘅话，有关同类疗法疗剂可以喺铜锣湾渣甸街富盛商业大厦二楼大康自然健康中心同埋六创意健康店买得到。
查询电话是25773798或者2882484，大家亦都可以在网上订购，网址是 online.healthshop.com.hk online.healthshop.com.hk 嘅。好啦，今次节目嚟到呢度，下次再见，拜拜。